来，一年级举手，二年级举手，三年级，哇，来，掌声，你们好，县长好，哇，这么多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都来到现场。那大家知道今天在这边聚会是为了什么？母亲节。好，来，母亲节是几月几号？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。哦，乱哦，很乱哦，来，来，其他都不要讲，来这边哦，来这边讲，来，母亲节是几月几号？5月的第二个礼拜是吧？好。那来这边哦，问大家，母亲节是只有台湾在庆祝，还是全世界都在庆祝？哇，那全世界都在同一天吗？啊？大部分是不是五月第二个礼拜？哇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好，那今天也有很多的贵宾都来到现场。有我们的徐友江议员、吴思龙议员，还有我们的宪政顾问李秀梅哈，都来到现场。那大家很清楚，妈妈对我们有。